耶、yeah, ！我们来到了重庆，欢迎的人就可以得到重庆食神。干，这个有厉害，我还真觉得你这个会输定哎。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杨枝甘露，有没有？重庆食神换个位。你们一个想法，就是现在有马来西亚人去中国是不用签证了。然后自从有这个政策之后，我又发现在我身边朋友是分两派，有些人会觉得很兴奋，我要马上去中国；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中国啊，想咯。那你是哪一个门派？我问你啊，就是你会想要去中国旅行吗？我会想要去啦。可是要去中国很麻烦的，又要登录支付宝啦，又要去认证啦，入住又有点困难，这样子是有点难呐。你喜欢中国吧？就是你会想要去旅行。会，中国很大，很多地方可以去。中医那边也做得很好。你我喜欢中国，因为我看抖音很多潮人，然后我想要去看他们街上的人是怎么比个这样子。骗你啦，没有这样的帅哥。对。等一下，你喜欢去中国旅行吗？对中国的印象是，就是跟旅行团这样子哦，觉得有点闷啦。我会选中国先啦。你喜欢去中国旅行吗？一般是很喜欢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油油的食物，可是另外一半是觉得他听讲厕所啊，他们人没有礼貌，然后我又怕我这个头发过去的话可能会被讨伐之类的，怕我那关都过不到了。我自己的话，我坦白讲啊，我个人啊是喜欢上海吧，但我对整个中国的旅游是收收的，因为我算是去深圳，我也觉得还好。我去杭州，我也觉得收收面，可能是我对体验感不好。在马来西亚，坦白讲，算是重庆食物最多。我们看到很多麻辣锅啊，然后小粉也刷到酸辣粉啊，而听说那边就很好玩呐、啊，所以这次决定去个重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了重庆。重庆的第一餐就要来吃个早餐。据说重庆人的早上是从一碗小面开始。重庆除了有火锅之外呢，就要吃重庆小面。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家叫做李板凳。白肉我们很水肿，是因为呀，我的牙在小水肿。啊，大吃了小面就变小更大。尖这个是要在路边吃的，你可以看到路边超多人在吃。两碗豌杂面，然后一个肥肠，一个牛肉。肥肠和牛肉要宽面，都要加蛋。这个天气很赞，我们现在是差不多19度，在凉凉的天气下路边吃热热的面。呀！哇！第一口，第一口。很香，我觉得是偏油啊，因为我口味偏清淡，可是它的炸酱好香。旁边的粥，是有点辣，我觉得尾牙应该有点危险。尾牙表演，尾牙表演，出息了，出息了，好吃好吃，红油耶。好啦，我们要去喝，就是重庆首冲第一名，就是全国首冲第一名中国的八浪树林，我们去喝个好的咖啡好吗 ？Go！ 我们开始进入那种的小巷子了，因为重庆的地形基本上就是有水，然后有大量的山，所以在重庆就是很多斜坡、很多楼梯，然后很多小巷，我们就是穿梭在各种的居民楼里面。对，到了，就是我们要找的这家八浪树林咖啡。这间店基本上就是首冲冠军，喝个首冲。别忘记那天晚上。去逛街，给你看下这边有一栋新加坡的，新加坡 Raffles City。哒哒。要披着 Land 的 logo。要继续玩吗？我也要。走啊，快点快点，去，站中间站中间。哇，排面刚刚好哎。没错，我们才多少岁啊？3+1分。0.5分。空姐，你在做梦？
customize 出自己的那一股 Tyrell's Tyrell。 您的姓名，自己设计打印属于自己的 LEGO。 我们现在在茶颜悦色，不用排队一个小时哦，这个所以、so, 我们来喝看看它到底有多么的了不起。对，你要喝什么吗？想喝一些清爽的，可是柠檬吧，奶茶的。你要喝什么吗？察言观色。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会叫阿娇来？这他就是冷笑话之王啊，这个就是他的 concept 来的。Yeah! 冰半糖。好。耶！这是幽兰拿铁，就是他们的 best seller， 就是跟茶席的味道很像。喂，他们有 cream 的茶，哎，如果不用排队的话可以 try， 喝下别的，喝下别的。这是叫抹茶菩提，也是不陌生的味道。下一杯看一下，这个是桂花弄，哎，这个比较好喝，因为这个它是桂花茶，这个比较特色一点。铮铮紫鸢，好像那种薄雷啊，然后我们去吃饭的薄雷上面加泡泡的桂花弄比较好。谁也拍到了，他喝什么都可以，是滚滚的，不如喝了，好喝吗？好喝吗？我投茶几一票，因为茶几是我们平时的 happy drink， 你喝到它会很开心。我也必须坦白讲，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在茶几，因为去茶几我也不会点奶，就是雪顶。然后我就以为他的雪顶有什么厉害，他的雪顶就是 sorry。茶几看完这个影片，大概要开始付费哟。因为我们是讲茶街头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好吃街，去吃大量的小吃。你基本上可以来到这个八一路这边哦，都是小吃。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好吃，可是我看小红书上面多是那一间啊。好吧，我们要去吃好吃街。哇！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小吃街呢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那我们就会分头出去找我们觉得最好吃的，然后我们会分三轮来比，所以最好吃的话赢了的话它就会有幽默，反正赢的人就可以得到重庆食神的这个白灯，三个人要对着那个食神喊拜见食神。对，赢了我们要得拜见你，在外面在门口，然后有一个 catch 买到一样的，那两个人要交杯酒出来那个第一轮一定要最厉害的，我 concept 是我想要吃我想吃的，还是来个麻辣的。最讨厌来这些这样多选择的地方，因为陈伟瑶有选择困难症，所以就看人家选什么先。看阿娇走过去啊，哎，然后跑去那边了，巧遇一下他们，看他们买什么先。他们往右，我就往左好了。不懂为什么很想 try 生煎包，拇指大小的生煎包吗？哎，要吃这个生煎包？干啥呢？买吗？还在逛逛这哎。哎，好，我们跑出去是这咋的吧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出去外面买麦当劳。哎，不能一起逛哎，我会带回去先的。走呗，喂。啊，随便玩。糖果蛋烧、香蕉蛋烧。我要吃这个啦！哦，我要一个这个萝卜里脊肉。第一轮买好了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噔噔噔！哦，震撼震撼震撼！有烤苕皮、口蘑虾滑。对，蘑菇里面包虾滑。这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，然后这个是拇指生煎包。Oh my god！ 然后这个锅巴虾滑。Oh my god！ 你们两个有没有要刷一下虾滑？酸酸酸，乐不酸？酸酸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从哪一个开始？烤苕皮吗？你有信心吗？这四样端出来的时候，我有点没有信心。我觉得那个口蘑好像比较好吃。是，我会觉得口蘑虾滑会吃。我总感觉这苕皮是现烤。我的也是，我的也是。Q 弹的感觉，假假假假。Q Q 弹弹，有点像宽粉那种东西。那
的奶烤，上面有满满的烧烤调料，里面还有肉，还有豆干，哦吼，谁？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因为它这种糯糯，然后外面这个粉太好吃了，它是那烧烤料的那个蘸料那个粉来的，你放这个什么都会变好吃。它应该粉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对那个粉就。你喜欢那糯叽叽？因为我喜欢吃粉粉，我觉得就是好吃。好，下一个是谁？我申请出山，请。好吃，比想象中先甜一点。我自己讲一下。但你这个有厉害，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会输定哎。没有厉害吗？申请出蛋下滑。哇！这个虾，这个古堡，弱的。冷了，冷了，有。你这个还有虾滑，有锅巴，有土豆。这个相比别的美瑶的虾滑比较好吃。也要鲜甜，我们要公平公正。OK， 公平公正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。重庆食神 on the way， 还是 on the way 吧 ，on the way 吧。我还有两轮。我们现在 ready for round two 了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 round two。哎，我是懂了啦。真的没？ round two 要吃什么嘞？ round two。可以买霸王茶姬，可以买一点甜品类的东西。我的家中本，猜的吗？没有，就这样。我看到我的敌人了，死了！我一定要想办法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谁呀？很难赢。他买。我的妈！我也想买霸王茶姬。哇，大家都是喜欢吃的嘛，对不对？老字号哦，60年哦。Oh my god，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我一直很想要喝的东西。是的。要一个这个。买到了，买到了，可是要等两三分钟，因为他说他是现煮的。对啊，这个是最鲜。我很有信心。刚刚买了一瓶可乐，说得可以配我的这一个重庆食神 I'm coming。可以回去啊。Be ready, be ready。二一，进去。哇哇哇！大家现在卯足全力哦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、啊，怎么的？准备！哇！五个的，我也有秘密武器，得啦！都让我买一罐饮料，很抠哎，很抠哎你！来申请出战，谁要申请出战先？我，不是，你，你很难得到。那这生蚝一定要趁热吃。我很算了，三个字。算了吧它的生蚝本身有点腥，对的，它用了大量的蒜去盖。生叉鬼腰，哎呀，你是挑战单，你可以买这种东西的。你不是食神呀？我是这个，还有这个微波米饭。哎，怎么是这个味道？我哩，我还有米酒。吃你快吃一口，快吃一口，快吃没有？我怀疑你是昨天买的。我要来形容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基本上就是黑糖跟冰粉是分开，冰粉是没有冰的，它是一个常温的。然后这个冰粉里面有一个诡异的一个香精的味道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信心用啤酒赢吗？有。好，我喝一口啤酒。啤酒加冰。这是我要吃。海哥好喝太多。啤酒没有办法拿奖哎，它好像加了水的啤酒，这样它没有气泡，没有那个。不能连踩两个。OK， 下一位要出战的是，我申请出战，我的是烧烤，还有配可乐。哇，绝配啊！为了要公平，你们自己选一个想吃的肉，有羊，有牛，有鱿鱼。好嫩。好吃，好吃，意外的好吃。这时候喝一口可乐。美食博主做这样多年不是问题。目前赛局非常明显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来来来，杨枝甘露。杨枝甘露。哇！有没有可能赢？有哎，真的没有。好的，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杨枝甘露。有没有？这个蛮强的。我自己想不赢没有道理。中和了前两场的，真的好喝。来来来，杨枝甘露，你喜欢芒果就对了。好，给你。要走良心啊！三二一，两票，平票。
所以这是零点五，零点五的单子。只有我们两个可以玩吗？他们两个烂。Round three 来了 ，Round three。你 lost 了，现在不知道买什么。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，老板。要追回来。我完全去想好了，因为上一场我就想买这个。出绝招啊！这个我就不信它不好吃啊！我跟你讲。Round three， 我决定要出一点厉害的东西，必须要赢。Ready？ 第三轮大拿的是主食，我的老天哪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这两个。Love shot， Love shot， 谁申请出战？谁？先让我先。这很认真，你知道吗？脆皮包浆豆腐。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！我先说，我觉得你这一局很难赢。是哎、欸，你有想象还是外面脆脆，里面嫩嫩，它里面不够嫩。它这点是油了，糖到成皮，所以咬下去后有油会出来、欸。下面一位，我来红油炒。哇，这个没有味道哎、欸，真的，它跟那个啤酒一样，是来加个水的。对啊，很难就对。Oh my god, it's really no good. 对不起大家 ，sorry。这个很苦哎、欸，超苦的，我吃过最难吃的炒手没有之一。不是最有辣香味。嗯，三十年了，不行。六十年没看到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六十年的。下一个直接吃它的鸡汤炒手，你们两个是不同店买的哦。不同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比较有味道。赢他，把没有赢。它的皮有点太厚了，反正它的肉馅至少是鲜的，我感觉它的肉馅。果然六十年的还是比较厉害，比较厉害一点点啦。年报嘞 ，Ready for mine， 不然会被翻车、啊。压轴，压轴。我刚才看到那个安迪一缸一缸这样来 mix 的嘞，这个酸辣粉，它不是普通的酸辣粉，它叫勺粉。嗯，它稳稳过关。很低空过关，因为它只有酸味问题，是因为我觉得酸辣粉要有辣跟酸 balance， 差不多吧，它很酸，还有点苦哎、欸，要苦味啊，最难选的一局、欸，这局有点烂哎、欸、，OK， 一，蛋，二和，所以是谁啊？先平平，你有吃啊？第一场你，他基本，第二场你们平分，0.5，0.5，0.5，哦，0.5，1，2，1 ，OK， so， 等下你们要膜拜我了。我是重庆食神，你们要在美食节前面叫我一声什么？拜见食神！哇 ！OK 怎么要丢脸这样哭啊？我 OK， 我为什么没有营养的感觉 ？Anyways， 我觉得呢，这个小吃节可以吃还是可以吃啊，毕竟它的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吃很多不一样的。那你想吃还是重庆最好吃的东西，那肯定不会吃。就像来马来西亚，你去一个小吃街，肯定不吃到全条最好吃的小吃街，可是它有很多小吃呢。So far 重庆 ，So far so good。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下一集更多好吃的，我们还没有吃到火锅，我们还没有吃到很多重庆的美食，所以 See you next episode。